说他靠双脚，不是靠资源吗？这句话我那天已经讲过，他应该说错了吧？他们有两大政党的奥援，我才是靠双脚的人。行政资源我已经辞职了，请大家不要再抹黑了。来，这个是这样的哦，很简单，有凡是有抱怨，我们都会按督发局就会出来哈、哦，一样会发新闻稿，会有照片，怎么会回复？这没问题的。像我的态度是这样，有人提问题，我们就谁负责哪一个局处哦，谁的业务，他就出来回答，这哪有困难？